时隔八天，万年再出变异幽灵。此时有个号被催眠了，该不会打不飞吧？五本质量兽诀到手，并且还有本月战，总的380万美滋滋。接着宝宝幼儿园偶遇夜罗莎一只，抓来看看有几个技能。一技能没用，紧接着夜叉刷在了脸上。第一只龙龟，开局全绿后，第二波也全绿了。那么就从晚上8点开始，看看今天能点到几只龙龟。第二只。开局出了一皇后，第二波全绿。第三只，第三只掉线后把主怪给打飞了。第四只，开局出了两黄，最终还是两黄。第五只，第五只一黄。第六只，第六只两黄，第七只。七只还是两黄，第八只，第八只开局两黄，该出三黄了，兄弟。另外也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哦，也支。第八只又是两黄，之后在女娲点到了一只妖王。最终今天2.5小时点了8只龙龟，出了4只两黄，可惜的是1只三黄都不给。最后收获1车半的物品，其实一般般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